前面有帅哥，你喜欢的类型。以前喜欢的类型，但现在不喜欢了。下次我们吵架就说安全词。什么安全词？叫宝贝，你也不听，听了你也不做。对，不要生气了吧？什么贝？就是你宝贝。哇，你还真的走？就问。看来安全词不是宝贝，是嗯。你已经在我的未来里了。我等你靠近，等来海啸入侵，想听你声音，听见风暴奔袭。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。这个超好吃，他肯定喜欢。哥哥吃个冰棍吧，这个好甜呀。他好像不缺，哎。怎么啦？想自己偷吃啊？我喜欢吃更甜的。
不能当受气包了。